白色，金滩，他穿白色，他穿白的耶，他穿白的耶，请小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走这边好了，他们好，把窗户关起来了。刚刚我们在前面为之疯狂的 Rocker， 也是我们的主唱，还有竖笛手，叫做朱慧的慧哦。是啊。今年在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了。对，没错，大学毕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介绍手风琴手，慧花。